谢谢，也谢谢他们一直在关心。因为拆这个最后一栋哦，我利用大概不到两分钟这个时间，因为外面有少数人一直在讲说啊，这最后一栋保留的是李长辉建议哦保留下来的，还有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，绝对不是我，有那个公文哦，那个是社会局那时候有一个公文，有一位李先生他去澄清，他说要留一栋。后来文化局就找了那个文化局的委员来，啊，我们里长，我们里长跟十七啊，人叫我们去，我们爱去，哦，我们是陪同，所以绝对不是我，哦，所以少数人在幻化的，你小心，那个就是在破坏社区的和谐，因为那个这个像这个最后一个，我让大家希望有什么工作都是很公开，那个都发局他这边也有很诚意的，希望你们就做到，我们希望能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，好，谢谢。